神不济，今天开工那就喝咖啡提提神咯。很巧的，在今天开工日，五大连锁咖啡业者不约而同都推出了优惠价格，买一送一。那么除了星巴克、勃朗丹提一客之外，85°C 在今年也首次用手机凭证加入了买一送一的战局，全力抢客。星巴克开工买一送一哦。长长人龙等的就是这杯热腾腾的热咖啡，因为年假放太长，来上一杯提提神。看准开工日商机，各家咖啡连锁业者祭出好康，力推买一送一抢客源，要帮上班族好好收收心。会觉得这么一早就来排队吗？买一送一啊！其实就是星巴克连续5年在开工的第一天举办这个咖啡好友分享的活动。那我们是希望呢，在过完一个很长的年假之后，让我们的顾客在回来上班的第一天，还是能够延续一个非常好的心。来宾52号，两杯咖啡一杯价，民众一早抢排队，店员忙得一刻不得闲，加派人手增加备货。连锁咖啡龙头星巴克开工当天到晚上8点，同品项就有买一送一。勃朗咖啡开工首两日也有相同优惠活动，单体一客则寄出手机凭证打卡，饮料买一送一。85°C 也首次用手机凭证参赞，要力抗各家业者。整体来讲，业绩大概会提到1到2成啊，因为可能要看区域性的店别会有点不太一样。咖啡是许多上班族的精神粮食之一，打着开工收息，买一送一，消费者乐开怀，业者荷包也赚满满。中新闻摘评，黄嘉琪台北采访报道。